沈同志，你来了。革委主任在等你啊。革委主任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以前的党委书记啊。请。要心狠手辣，不买人民死活。毛主席的江山不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吗？华国锋跟邓小平更是这条路子。搞不好啊，我明天就会垮，但是只要活着，就得为自己打算。 后天会见。欢迎你回来，沈副院长。你变了很多，不过党的命也跟你一样，希望你鼓起和党一起重生的热情，跟大家一起斗争下去，为党，为人民。 我牺牲了家庭，牺牲了父亲、姐姐跟弟弟，但是我没有抱怨。千千万万的人背着十几年的血债，他们还找不到人还呢。